就这么想离开我？我们只是朋友，毕竟我已经够了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他王找您。啊！不去，不去，不不不不去！奎木狼在哪儿？哦，大王在寝宫，让您过去一趟。奎木狼现在不应该和海棠在琴瑟和鸣吗？哎，真讨厌！本来我可以好好睡一觉，怎么又叫我？现在外面已经没有琴声了。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大王，王妃已经到了。没什么想要问本王的吗？海棠姑娘到哪儿去了呀？我听说海棠姑娘与大王是一见如故，抚琴唱曲，昼夜不息，畅聊风月，相聚甚欢啊！实在是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。恭喜本王，这就是你对此事的态度？大王与海棠姑娘心心相印，那是好事。本王从未与她心心相印。空穴不来风，事出必有因。大王，你不能翻脸不认吧？既然你已经跟海棠好了，那我这个王妃应该就不需要了吧？你就这么想离开我？我们只是朋友。哎呀，既然你跟海棠这么琴瑟相合，就应该给人家一个交代，就不要跟我纠缠不清了。毕竟我已经够了，不要再瞎折腾了。三个月之期未到，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我行吧。王妃，您怎么闷闷不乐的呀？是不是和大王起争执了？是他自己单方面生气的，他明明都已经有海棠了，还那么跋扈。王妃，红袖是这么想的，海棠姑娘是您硬塞给大王的，那您就不能说大王已经有海棠姑娘了。大王那么爱您，怎么可能轻易喜欢上别的姑娘呢？你还小，很多事你都不懂。我要睡觉了。王妃，大王真的对您很用心，为什么您老是能看见我们其他人的心之所想，却总是误会大王，不愿意看看他的心呢？